来，吃饼几天白来，赢了给两百。哎，两百，快点过来吧，过来，你们上一块。哎，你这嘴臭啊！我这嘴厉害。那我先走了。走，来上吧。进兵。来，我也进兵。上马。上马。哎，进炮。打掉。哎，打掉。我出军。来，上边马。我猜你中总。哎，不行，不能猜，猜人家放中国打死了。那马猜回来了，先骑后骑。那可能猜马。啊啊，打掉就行了嘛，我这还打他马呢。我想知道了。好吧。来，我过去干嘛？过去。为啥不过？为啥不过？你开局出动大字，为啥不过呢？过一个比，我就不过，我就起个横局。这横局在哪里吃了？你要过短的横，小伙子。那么格局，这有格局呢。你这啊，这个也拱起来。哎，要过很多。应该是吊炮。浪费品质。来，撤马。那不打掉呀？我先转了呢。嗯，进炮，这有我的妙用。我个兵了哦，金炮走上了，没得用，你就走到这个车的，就走这个太跑呢，我站了就行了，走了他呢，走这，现在不得不过来，还是丢了，还没踩，小马，啥子，大马鸟，大马鸟。我先采局，对，吃，他怎么不吃？过来，慢点。哦，我这，这牛，哎，打你，我还在进球。我来，你看着，兵不要，哎，这个兵我就没想要。大事就在那，大事就在那。上马。打去！开车！抓住！看住先！停车！算了！哎，你先别吃！他怼住你！你先僵一僵，他敢吃吗？说是。啊、哦！现在给他吃掉！吃掉就开！炮顶起来，炮顶起来！哎，对，炮顶起来！顶炮！上马！上马！进兵！再上！再上！再上！对，我再上，他敢吃吗？是要冲炮冲死他！我去走东兵！哎，跳不过去了！你也够逼！放个事，等他一步。锦兵果贺，来吃炮来，那吃不上，吃不上了了。进。哎呀，他不拱我，拱我跳个卧槽。哎，拱掉吧。那就直接内拱了，那不。我下了。哎呀，蒙拱，狙咋办？那带枪的，那带枪的。高兴的拍照。哎呀，对掉网子了。带枪的嘛，又不是。我上市。哎，上校。哎，那我再过来冲炮叫啥？那又上校，那又上校，顶住的。气的，出来。最香的，白了做梦的那样。整出来，整出来再做炮，放个事。刘少，退炮。我再上市。那都亏你干嘛？然后马个人指着一些指住的时候还动还不动啊，你说哎呀，我先拼一步，小马将军，啊，拆马呢，打掉换掉，拆马呢换掉就行了，咋了，拆了，来大马，没用，打大马别打掉就行了，哎，大马你先将军，两个跑炸心呢，上来你还得过这个皮样子啊，然后再打大的时候我当初给打掉哦，
我天就出来啊，家啊，不再进来。我一号。哎呀！这个臭小子，别就不堵，来，我再放再打。啊！黑炮不要谁没的，啥炮给我打？啊，姑娘低调。你不吃出来，现在退炮咋没钱？我退炮，平炮过来，我再打。我就不信打不上。平炮，哎，我就不信打不上。你咋掉？再说了，才我说，大爷将中兵打掉就行了。啊，才说，大爷将中兵打掉，将军，中兵打掉就行了。跟我上，打掉。什么？要随兵快掉，退炮打兵。那我回马，马啥不？老马，假如进炮得大，也没用啊！哎，退炮，这就算了吧。那还有啥呢？退炮。完了，打你鼻来了。哎、啊、呀，上校，看住！打。退炮。哎，那哥们来，加个炮，再加个炮，然后打。他下去了。哎，我等他一步。等他一步。下来。哎呀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机会。哟喂。我个小心老三，啥事？哎，哎，把这兵看住！哎，你刚这个狗看见那个，你个狗看见哈？啥会？刚才把刺刀子刺刺出来。不许上嘛！兵丢丢了。嗯，咋丢的呢？双炮看。哎呦！哦，那个兵管什么的？那就上校走啊！对，上校。让他走，快落下。抓那啥？啊，等你一步。我老师。啊，等你一步。靠兵。啊，我让你走。我就进兵。我让你走。什么就算了，再不能走了。哎，那是兵在过去，那现在地区形势一模一样吗？两个炮子叫什么？资历一样吗？他那要兵过去就这样了，那地区形势呢？我进兵。你看你要兵过的结果。来，我在靠边。来，回马。死丢了。下士，咋丢了？下去。死丢了，挂死了，挂死了，挂死了，出来！那机构中大将，是啥？哎呀，他这能将死我吗？才炮，把那个四个打掉。上马才炮。那我进一步，是不要也不要。哎呀，这不死掉吗？谁炮兵给打掉？先吃一个炮。那过来了，哎，皮炮。皮炮。哎，进炮打兵，马虎炮啊！哎，将军，打开的，走，你走，把这鸡吃了，偷啥？